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Sukiyaki United。现在呢，我正在纽约的上东区，然后今天我要剪头发，好紧张。对，今天我决定把我留了大概从高中开始留，大概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了的这个头发剪短，大概剪到可能这么短，也可能更短，我还没有想好。我觉得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么紧张了。然后这家理发店是我一个朋友向我推荐的，然后是一个日本人开的，所以啊，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可爱的短发。主要是因为我头发发质其实不太好，你们看，这样看其实还行哦。我又纠结了，怎么办？我当时主要是一冲动就预约了，然后这个店预约之后要在24小时之内取消。然后昨天我又一忙就忘了，就没有取消，现在只好硬着头皮来剪。哪一家啊？应该快到了。对，就是我发质不太好，所以我觉得留长也没有什么意思，还不如剪一个短一点的，蓬蓬的可爱一点比较好。走过了，但是我现在还没到时间。我可以再转一转，平复一下我的心情。我去买杯咖啡。其实这个头发我是大概一年多之前就想剪，然后我在当时申请学校的时候就很想剪，我当时想如果我申请成功就把头发剪掉，但是后来一直也没剪，因为我妈妈好像感觉如果剪了头发就会更难找到男朋友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这个重点不在这里啊，所以我决定还是来剪。咖啡很好喝，然而该来的还是要来。时间已经差不多到了，刚才我完全走过了，根本就没看到。就是这一家店，哇塞，超紧张的，天哪，好紧张。在洗头之前，首先我要和理发师进行一个沟通，然后看一下我们想大概剪一个什么样的发型。今天给我理发的是店主 Kota， 这也是我的朋友特别推荐给我的一位。我觉得他做的很好的一点是他会问你，就是比如说你家有没有卷发棒，就是你日常可以花在头发造型上的时间和精力有多少，而我的回答当然是完全没有，我需要一个早上醒来就能出门的这样一个，用他的话说是这个自然风的发型。决定了之后就开始理发啦。
后就是结果揭晓，准备好了吗？三二一，走。理完发出来，天色已经有点晚了，所以我干脆找了一家附近的 Sephora， 然后用了一下他们这个厉害的 Beauty Light 这个美容灯光，然后来这个 repo 一下我的头发。没错，就是这个样子，个人感觉还挺喜欢的。对，就是刚刚剪完以后就是这个样子，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的自来卷就回来了一些，所以形状和现在会有点不一样。但是呢，小小剧透一下，因为我会这个用我的真毛，用我的短发真毛去录这个秋季的 lookbook， 所以很快你们就可以看到我这个短发真正的样子。好的，那么非常感谢你的收看。